年21岁，来自 PJ 啊。我而家仲系学生，因为自细好中意舞狮啊，睇住狮子。因为我屋企由细啊，有狮子冇嚟我屋企嘅，过年嗰时候，所以睇到好得意啊。所以大个咗就去教舞狮咯，都教好多年噶嘛。由防瘟到依家都有8年、7年、7、8年咁咯。由我中學開始咯，因為中學嗰啲骨骨力噶啦嘛，有舞獅啊，所以我睇到有舞獅咪直流入咯。先先我唔係跟呢個團嘅，我係跟另外一個團嘅，然之後跟下跟下跟到馮村，然之後換團咗，之後跟到呢個團咯。表演嗰時候咯，跌親個手，即係講。跌落嚟嗰個骨移位啊，即係我呢個左手骨移位，之後痛咗差唔多半年咯，正好翻，因為興趣呢樣嘢帶俾我好多嘢，都係興趣啊。差唔多過年之前兩個禮拜到過年之後，全部過年表演費冇得同屋企人計咗。係啊，都有5年咗噶啦。先先咧都係好掛住阿爸阿媽嘅。之後咯，再差唔多2、3年咯，就冇呢個習慣就冇咗。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跳嘅，都識跳嘅，睇你我唔愛跳嘅啫。